老板，你今天过来看鸡姐啊？不来看鸡姐来吃饭吗？小瑞啊，给大哥加两个土鸡蛋和四根火腿肠。大哥，我有80种方便面泡法。不要说废话，你这个怎么卖？看你需求，按斤卖和侧斜卖都可以。侧斜卖，先买鸡架，再买电机。这个鸡架多少钱？电机8-9千，线路板1-2千，机架2-3千，刀架15千，电塑机30千，热风能5-6千，单独下料器2-3万，螺丝不用钱，人工不用钱，场地不用钱。得得得，你就告诉我多少钱。包括我跟你说的，没有跟你说的，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71117.76元。给我来个3000的和5000的。立马刷卡，立马把0.75千瓦电机给你拆了，还有1000瓦电机要不要？还是4个脚轮也送给你。你真是抬杠啊！你先要看完机械质量，再看价格。